原因啊，现在比赛重新恢复了，我们现在看到是2019年11月26号啊，11月26号的比赛，一批灯神二批韩国比这比赛是打到了9-7赛点局，灯神9分，如果他再赢一分他就淘汰了韩国比这了。刚刚前面网络原因啊，不知道是谁卡了，掉线战术来了，掉线战术来了。好了，这里上后跳一个重脚，好一个翻转踢，用同样的招式破掉对方啊！现在阿登是用中间打对方大将暴走莲娜，也非常难啃的骨头了。感谢灌篮帽的十个药啊 ！A B 三好。灯神击坏，要不要强反 ？BJ， BJ 逼出生龙强反。这里 BJ 是四气，而且是暴气点，暴气状态。阿登跳 C，AB 出来，这里被对方下清掉两段，确认了一个微顶斩。完了，要送温暖了吗？啊，疼啊！感谢摸摸茶的翻头啊！欢迎大当家，晚上好，欢迎胖胖聊红中哥直播间，现在是2019年11月26号11:32了。对抗战赛点局，哎呀，又是这个前小跳轻拳啊！灯神逼出空中虎王拳做强反，没有强反了，没有强反了，朋友们，9-8。9-8了，依然是灯神赛点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现在是2019年11月26号晚上11:33，红中哥正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给大家做一个游戏的现场直播胡说，来看比赛，赛点局的灯神领先一分，如果他这一局赢的话，他就淘汰了韩国人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的看到咱们这个视频啊，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，点个关注，也可以卡上咱们的粉丝团。欢迎小傲娇啊，老妹儿来了，晚上好，老妹儿，能够拿下这个克里斯啊，真的就是一个好消息，可惜了，这次被对方抓到一个劝返的机会，一个小超杀带走。加油，小伙子！我相信你是最胖的，文奇。我有小龙来了，兄弟，晚上好，小龙。新来小伙伴，我们现在看到是拳皇98C的比赛，那依然是灯神对韩国 BJ 的赛点局。哇，这么猛的吗？又是一个方向变换，近身重拳啊，两段啊。小龙啊，你这陪完媳妇儿了，谢谢小龙的套餐啊，谢谢。要打一个反三局吗，朋友们？哦，这里是切换到一个李板桥，下盘两个轻腿，再接一个站轻腿，这个木鸭连了啊，刚喝完啊，陪好了是吧？感觉赢有点难，金钱有货。好，下重手，这里还是要给对方一个突袭的机会，他想套路他，但是 BJ 真的是非常稳啊。阿登危险，阿登在等红血吗？以花狐狸的比心支持的谢谢。现在有 PK 吗？没有啊，现在没开 PK 啊。我开一下，你看一下吧。我开一下，你看一下。野花狐狸通行证。马里奥是什么呀？
马里奥是个男的吧？9-9了，现在双方打到赛点局，双赛点局了，双赛点局，兄弟们，这次真的是决战时刻啊，决战时刻了。也发布了一个横进啊，发布了一个 MVP。感谢馒头的西瓜的蛋。新来的小伙伴，如果说啊没有关注过主播的朋友，给主播点关注啊，阿当能赢啊。政委啊，我也希望阿当能赢啊。郑神现在需要是打开这个局面，压在气势上啊，压制住克里斯这个进攻的态势。好的，再接一个下，好，投他，再追加投 ，good。太快了，你看到没有 ？King 那个升龙拳啊，就是前压前加拳啊，出招是完全是全身无敌啊，判定发的很快，同时出招他先打到你啊。除非是暴走人物啊，那种出招判定更快一点的。后跳中中摇没有，凉了又。还没有关注小伙伴，如果说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，大家可以给主播呢点个关注，也可以看上咱们的粉丝牌。现在的比赛是双赛点局啊，双赛点局。两人都是有气状态，而但是对方这里是暴气状态。好，没有暴气了，现在他没有机会，又没有枪反，只能被动挨打。啊，当然这里还有气。好，准备打招跟上，刚好气要消失瞬间取消出来。怎么得这个起身呢？下轻拳接下轻腿，再接一个颤中脚连环低取消，漂亮。那现在很快就要看到了对方的暴走手底大将莲娜。好，上手给对方来个下马威，打一顿啪啪啪。阿登这里剩了两口子，想反出来，阿登现在没有气啊，没有地方飞地反击。对方有暴气连状态，大招威盯斩，完了，太狠了。这了，给了阿登一个机会啊！对方逼出强反，空中虎王岩做一个强反，还有气，还有气，加油，干他！雅致，对方有气，没有机会了，阿登稳住，超杀，10-9，赢了韩国 BG。